肉佳佳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！我赢了，这次我来当妈妈。男孩子怎么能当妈妈？男孩子怎么了？我就要演妈妈，妈妈最威风了。哈小美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还在这玩？记得把哈小浪的也一起写了。你这是公报私仇！不行，我要当爸爸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晚饭还没好吗？我想吃炸鸡腿。哦，来了来了，马上就好。请慢用。算了，还是先给宝宝吃吧。哎呀，宝宝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生病了？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是护士，给宝宝打一针就好了。别担心，我现在是维护秩序的保安，大家排好队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您好，这位女士，看病请到后面排队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要不要排我前面？